1931年，日本入侵中国后，在中国坏事做尽，残暴的日军不仅烧杀抢掠，还将手伸向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。后来为了稳定军心，他们鼓动士兵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入侵，实行了慰安妇政策。除了日本自己愿意做慰安妇的女人外，日本还在中国使用哄骗、绑架、淫威等手段寻找慰安妇，这些人都是被迫的。根据一个幸存的慰安妇回忆，那段时间里他们吃尽了苦头，虽然后来活下来了，但一旦想起曾经的那些事，眼泪就会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在他19岁那年的某一天，400多个鬼子侵占了他们的村子，鬼子们个个端着刺刀到处找女人，看到年轻漂亮的女人就会直接抓走，要是有人反抗，他们就会被残忍杀害。很多时候这群畜生竟然会当着亲人的面逐个轮奸他们。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，到第二天中午，惨无人道的鬼子突然一把火烧掉了整个村庄，而这些漂亮女人则被他们带进了日军军营。刚到这里，他们需要脱光衣服隐身，然后被迫为鬼子们洗澡，在这期间少不了被玩弄，后大家逐渐变成鬼子强奸对象，每天甚至会有最少3-4个鬼子来轮奸大家，甚至多的时候会有5-6个。同时在来例假期间，鬼子们也毫不在乎，女人们但凡有一丝丝反抗就会遭到毒打，她的一条胳膊被打断，这已经算是比较幸运了，有的姐妹会直接被打死。而且她们被打残的情况下不能选择自杀，但日军会时刻看管好她们，在他们自杀的时候威胁他们，要是敢寻死就会把他们的家人全部杀光。为了家人们能活下来，他们只能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，被日军摧残。随后他们被送到了慰安所里，大家刚进来就会被逼着脱光衣服为日军洗澡，有的姑娘不愿意就会被鬼子吊起来抽打身体，大家都非常害怕，蜷缩成一团不敢出声。即便是这样，有人也没少受委屈，鬼子拿起刺刀朝着不听话的女孩身上一刀刀刺去，姑娘痛得惨叫，大家都已经被吓傻，只能服从鬼子。接下来他们在洗完澡后会被带到一个木板房里，有几个穿白大褂的日本医生会进门对大家的身体进行检查，如果身体有毛病就会直接被杀死或者活埋，检查完是健康身体的，当天就600名鬼子在木板房门口排队，然后分成好几部分进来糟蹋大家，没日没夜的毫不停歇，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他们这里为了防止大家怀孕有3种避孕方法，第1种是戴安全套，这种方法既安全又不伤害女性身体，但过段时间他们觉得太浪费钱了，又给女人们准备高锰酸钾洗身子，还逼迫他们吃安眠药，如果有的姑娘不小心怀孕就会直接被杀死。慰安妇怀孕后她的孩子怎么样了？1944年冬天，侵华日军对广西进行扫荡，当时已经25岁的韦少兰已经结婚，毕竟生下了一个女儿，那个时候已经3岁，为了能躲避日军，乡亲们便带着孩子们往山上跑，但还是没能来得及，韦少兰和同村的其他几个妇女被日军发现了，然后抓住他们，将他们带到了20公里外的日军沙子岭慰安所。据韦少兰回忆，当时的慰安所已经有上100名中国妇女，之后她在这里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对待，白天他们需要为鬼子们洗衣服干活，一到晚上就会遭受鬼子凌辱，稍有不从就是拳打脚踢，严重的时候还会被枪毙。韦少兰老人就在刚到慰安所时疯狂反抗，结果被日军在寒冬扔进水缸里泡了一夜，接下来他想死死不成，最后在3个月的关押中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。一天晚上，警卫放松警惕，韦少兰偷偷趁着夜色逃了出去，一路上疯狂的奔跑，3天内东躲西藏，悄悄回到了村里。丈夫看到妻子突然披头散发的回到家里，已经明白他经历了什么，他心疼妻子，只是抱着妻子哭，并没有多问什么，但韦少兰还是想不开，他觉得自己脏了，小女儿也不幸夭折，让他觉得日子没法过了，几次3番的自杀欧北家人救了回来。1945年农历7月25号，韦少兰生下来一个早产的男婴，她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来的，丈夫和家人也都知道，她觉得这孩子就是罪恶的化身，多次想要掐死孩子，但总在最后关头停止，这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她怎么能不心疼。但这个孩子的降生却是没给家里带来欢乐，整个家庭为她的到来变得气氛尴尬，当时他们那边生完孩子几乎都会请乡里乡亲过来吃饭，但这次韦少兰的丈夫没这么做，甚至在她坐月子期间都没有给她提供好的营养。韦少兰知道丈夫的心情，并没有责怪，但丈夫经常对她不冷不热，外面的邻居也会有异样的眼光。那段时间是同为女人的婆婆经常开导和宽慰自己，也劝说丈夫好好对待自己，韦少兰才活下来。但随着孩子渐渐长大，丈夫的脾气愈发暴躁，不仅不给儿子罗善学一点好脸色，还经常言语辱骂韦少兰来发泄自己心中的烦闷。面对这一切，韦少兰只能用沉默和眼泪回答，而当时罗善学年纪小，并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亲不爱自己，经常会无端打骂自己，甚至说自己是日本人的种，
不让自己喊爸爸。有时候村里的孩子们也会围堵罗善学，没有原因的殴打自己，甚至将他抬起来扔到池塘。罗善学经常哭着回家找母亲诉苦，母亲只能摸摸他的头，用沉默回应，这让他觉得自己一定不是父母的亲生骨肉。为安抚后代，为洗去身上的罪孽，终身不娶。罗善学并不知道自己不是父亲的孩子，而是日本人的后代。随着他长大成人，才慢慢了解了自己的身份。而当他从电视机里面了解日本人曾经在中国犯下的错时，他才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从小到大都要遭受那么多非议。慢慢的，父母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亲生骨肉，让本来就不被待见的罗善学更没有地位。小学还没毕业，他就开始四处打工养家糊口，因为附近十里八乡都知道他的身份，也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。当然他也不会难过，他知道自己是日本人的后代，是罪恶的化身，所以宁愿一辈子都不娶，也不要让未来的另一半遭受非议。于是他成了村里的光棍汉。1983年时，罗善学的父亲因病卧床不起，弟弟妹妹都外出打工，只能他自己照顾父亲。这个时候他丝毫没有记恨父亲，依然尽心竭力地守在父亲床边，为父亲端屎倒尿尽孝，一次后就是3年的时间。而这段时间里，父子俩的关系得到缓和，罗善学感受到了父爱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恨父亲，他回答道，父亲只是不喜欢他，虽然没有一点好脸色，但父亲终归是善良的，没有对自己造成实质性伤害，还将自己养大成人，他很感谢父亲。随着村里老一辈的人相继去世，对罗善学的风言风语越来越少，罗善学终于成为一个普通人，弟弟妹妹经常照顾自己，他也能和村里人正常交谈。可就在2007年，他意外得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称当年的慰安妇事件是子虚乌有，没有证据。于是一群中国慰安妇站起来诉讼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，但都被驳回了。此时罗善学就是日本最有力的罪证，一群志愿者走进他的家门，希望他能和母亲站出来指证日本人。最初罗善学是不愿意的，那段痛苦的回忆他不想提起，也不希望给母亲再次受到伤害。但每次在电视上看到日军在中国强暴妇女时，母亲都会落泪，罗善学决定要跟母亲站出来。于是那年十月，母子俩出现在上海的慰安妇资料馆里，两人选择自揭伤疤，鄙视罗善学代替母亲发言，一时间媒体纷纷报道。而罗善学也以日本兵后代的身份举证，让日本被蒙蔽的群众知道了真相。这虽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也不是一个家庭的事，但错了就是错了，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？大家想要的只是一个道歉而已，还慰安妇们一个公道。遗憾的是，直到韦少兰2019年去世，都没有等到日本的道歉和赔偿，大家在等待日本的道歉，而日本政府在等待慰安妇们一个个死去。罗善学后来再也没有娶妻生子，他不想让罪恶继续在中国延续。对他来说，虽然他的出身不光彩，但他的身份只有一个，他是罗家人，是广西省荔浦县的一个农民。韦少兰和罗善学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，事实上还有几十万慰安妇也有相同遭遇，大家都在等待日本的道歉，却遥遥无期。